非常的经典，因为呢我们是做超级高质感修身的西装裙的面料，我们后面呢有帮大家做后松紧，所以呢大家其实正常标准买我觉得空间很足够。工装的元素最重要当然是左右一定要有个大大的工装口袋，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修顺身然后抚平，真的我觉得这一件我也是很推荐的工装裙，它蛮滑的，就是它也是凉感的那种西装比较挺料的，所以你们可以搭配很多，然后穿在身上的舒适度我觉得100分哦。粉红色开始就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活泼的感觉了，可能是白色啊，可能是黑色，可能比较跳的衣服，肚子屁股的肉肉全收了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小经典的小性感的单叉量身打造，所以呢给大家有 S 号 M 号 L 号的选择。西装裙啊可能过去大家会觉得比较卡啊，动作比较小，在这一件呢完全不会发生。跟着志愿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